这是心魔。只要我在一天，你就别想复习什么流氓。这个世界的强者是我，而你只配被我踩在脚底下。原来是沐浴少主沐尘呐，正是本少爷。怎么样，特意为你调的酒，好喝吗？想死的话，我成全你们。凡是阻挡我带洛璃回去的人，全都得死。洛璃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你觉得我会在意吗？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。那就